正声电台台东台一年一度的我为你歌唱公益演唱会11月5号晚间在县府文化处演艺厅举办。正声电台陈荣民董事长不仅大力支持，当晚并特别前来全程欣赏演出。演唱会由连续11年称霸全国学生舞蹈比赛团体组特优的台东高商圆舞团带来最有活力的开场。正声电台台东台节目主持人冠军担任主持的工作，哈雷乐团担任伴奏的工作。台东台早期我为你歌唱节目的基本歌星古拉丽、电真都受邀上台演唱，为观众带来迷人的演出风采，被粉丝们封为小詹雅文的廖婉君。年纪轻轻拥有丰富演出经验的吴美玲，粉丝们习惯以全球巨星称呼她的陈梦贤，以创作《网中的情》为一首歌打开知名度的杨哲都上台尽情演出，充分满足了粉丝和听友们对于偶像的崇拜与期待。正声电台台东台台长王慧芬感谢陈荣民董事长和地方上许多机关团体民意代表以及商店的支持，让台东台能以这么温暖的形式回馈听友们长期以来的支持。台东台会继续努力服务乡亲。台东所在综合报道。